家，當你有神咁好，你就去傳開。傳開第一，你去影響佢哋，你又去，我以為你祈禱啊，希望有呢個信心啊，我以為你祈禱啊，去幫助你噶，解釋噶，咁你都你可以介紹我去幫助佢哋，或者介紹佢嚟呢度。嗱，我目的唔係淨係想呢度多啲人啊，而係想你哋成為一個影響香港嘅群體啊。其實我去到好多地方咧，好多人受影響嘅。咁咧，有時我用一個名咧，佢哋好記得喎。我話咧，因為我嗰陣時哈利路亞，哈哈哈，哈利路亞，所以咧有人咧叫我做哈利路亞，哈哈哈 ，Pastor 就係啦，哈利路亞，哈哈哈，牧師，即係咧真係喜樂嘅、開心嘅、輕省嘅，希望將呢種喜樂，因為神係叫我哋喜樂啊，可以進來咧享受你主人嘅快樂。將呢種嘅信息傳俾人，但亦都係好認真處理生命，又輕鬆咁樣處理生命，係一個好重要信息，並且係全民皆兵，個個都可以興起，唔好再做懶惰蟲，可以俾神使用嘅。我希望大家都幫我一齊將呢個咁嘅信息傳開，並且邀請其他人咧嚟到我哋當中咧，得著神嘅恩典，我哋就可以成為一個影響力，好唔好啊？你為呢樣嘢禱告，為到我哋嘅課程禱告，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課程。因為唔係淨好似任何一個課程，而一個全面性活在神嘅愛中，處理生命，又發揮生命，又去宣教，又去祝福傳福音，建立靈命嘅全面性跟從神嘅。我希望大家都去跟從神嘅路。感謝耶穌。嗱，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會分組，有啲新嚟嘅你都可以試下加入嗱，即係你可以去操練嘅，去同佢一齊去討論嗱，又可以參加有講道組啦，有查經組啦，有領敬拜組啦。有禱告服侍組啦，有仲有師會迎新組啦，仲有輔導組啦，